Hello，小伙伴，大家好，我现在在安徽合肥，今天来到了合肥的包河区。今天来到这里啊，带大家去逛一个好玩的一个地方，就在我身后这边。前面这边有一个招牌，上面写的是“周古队花鸟鱼虫古玩书画市场”。今天就带大家去逛一下合肥的周古队花鸟鱼虫古玩市场。这会儿已经早上9点钟了，来的有点迟了。本来说打算8点钟来这块的，定的是6点的闹钟，结果4点就醒来了，想着再睡一会儿嘛，结果一觉睡醒来就8点了，紧赶慢赶来到这块已经9点钟了。哇，看看这块好像全是卖这种橱柜的，橱柜回收的一个地方，一些油烟机啊、皂基啊。还有一些锅碗瓢盆，回收灶具的一个地方，还有很多家电。它这个市场就是一个大型的旧货交易市场，什么办公桌呀、桌子呀、椅子呀、床子啊，在这边啊都可以买到，新的旧的都有。拿旧的来这边也可以卖钱，想买的话也可以这边买的。好多空调呀，这块全部都是回收买卖空调的，还有旧冰箱、热水器。走到这块才热闹，这块人真多呀，都是来这边淘宝的，二手电器。前面是卖家具的，其实家具的展厅这边逛一下。卖肉的，这边都是椅子啊，好多椅子啊。这个桌子还挺好的，150，150块钱一张。看看值不值？一张桌子配一把椅子，一把椅子20块钱，一张桌子150块钱，不知道可不可以还价。这个都是一些碗，看着好像都是那种火锅碗，还有这种茶壶，应该都是开火锅店换下来的，淘汰下来的。看看，还有杯子、勺子、碟子，一个勺子可能就几毛钱，一个碗也就是3、4块钱。淘宝大会啊，芝麻油，好香啊，这里，现炸芝麻油。这块就到了卖花花草草的一个地方了，我最喜欢的一个地方，一些花草、花鸟鱼虫地方，5斤。这里人好多呀，这块。先去逛一下这边。膏药，王家膏药，这个是什么？灵芝吗？看着像灵芝。美国西洋参，好些东西都不认识啊。这里就是卖盆栽鲜花的，喜欢养殖的朋友可以来这边。还有观赏鱼、金鱼。干什么的都有，前面人太多了，等一下再过去。这才是人间烟火气息啊！法式全场，1块钱一个，看看便宜吧。我先挑一下，你先装袋子。10块钱5双，我买了5双袜子。旁边还有卖万年历的、挂历的，现在人都不用买，现在好多人都不买这个挂历了。
以前的老年人都喜欢买这个挂历，现在都用手机看。梨糕、百花茶，这是啥玩意儿？人参片，还有玛卡。旁边是卖床的、被罩的。不要不要，看电视。小包、手包。家里缺碗的朋友可以来这边，盘子碗10块钱三个，所有的盘子跟碗全部都是10块钱三个。这个是海带，还有鸽子、鸽子蛋。小鸭子，买个鸽子炖个汤。哇，这是只大乌龟啊！这个乌龟都被晒成乌龟干了。整那么好，我家都没吃，我包里都不放。乌龟都被晒成乌龟干了。太阳都得悬。卖零食的，人气大爆发呀！老板忙得手忙脚乱的，现在竟然还能看到卖 CD 光盘的，现在即使买回去也没地方放呀。以前都是看这个 CD 的，看电影买这个 CD 的，故事片，1块钱一片，这放在以前10块钱一张的。鸡蛋。特价50元一双，100元三双。鞋子看着还挺好的，50块钱就可以买到一双。看看热闹吧。好甜好甜呀，西瓜1块钱一斤。特价大西瓜1元一斤。这边有卖小狗的，好可爱呀。奇珍异宝呀。这边还有一把琴，这个是古筝是吧？是不是古筝？卖书的，旧书，这块这个市场全部都是卖古玩字画的，珠宝翡翠，一些旧家具，一些瓶瓶罐罐。看看这个怪兽，这是两个麒麟吧。这玩意是啥东西？貔貅。这边能淘到宝呀。算盘。看看这个烟袋，有没有人抽过这种烟？还有铜钱。现在减肥了，原来两百斤，练健美。肥西县自来水厂舞会，1985年春节纪念。里面就不去逛了，人太多了，挤都挤不进去。大家有想淘宝的可以来这边逛一下，这边什么样的宝贝都有。